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春，我现在在深圳的市民中心这边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边的繁华街景，这边真的是太繁华了，太漂亮了。不过呢，也只能说是最漂亮、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了。因为深圳有很多漂亮的地方，有很多繁华的地方，它是多中心发展的。大家可以先关注我，后面这方面的视频我会给大家持续的输出。以免下次您找不到我了。这边的道路也是很宽的，车水马龙的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。在这边欣赏风景，有点像欣赏未来世界一样，太震撼了。下面我就不多说了，我给大家放一首歌吧，大家边听歌边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大家可以长按点赞和收藏一下，下次可以重复观看的。顺便帮忙转发一下，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美丽的大深圳。好，大家把视频看完，慢慢的欣赏。风帆，春风啊吹绿。